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折一只漂亮的粽子。首先准备一张比例1:2的彩纸，长的两边进行对折，打开，短的两边同样方式对折。打开，折出来的角再向中间点对折，这边也同样方式折。翻过来，两边角沿中线对折，这边两角同样方式折。把中间这两个较薄的角向中间点对折，翻过来，把这个角向内折，下面折到中间折痕点，另外三个角同样方式折。把两个角撑开，这样折到一起，用绳子绑起来，打个结，这样一个漂亮的粽子就折好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